这次换个地方走。看他，这都没吐到，我炸了！我真炸了！
我靠，这洞打了还能不出去了呀？这家伙的重新起一台没了。哎，本来可以几座挺好的，应该挂祭司。速度是真的快，你看这祭司，你不挂他，你他即使没治愈了，一秒钟就起来了，还是得挂呀。还没什么撕了，稳赢的局，挂个祭司就赢了。演员，我日，躲半天火，最后一秒踩到了。
一阶火不好拦人啊，一阶火太容易被躲了。最后一台在修了，这波球还是满的。班杰斯真难打，妈倒地还在修机子。不，班杰斯没人可抓，班杰斯修太快了，我抓个人二挂之后电击就完了，带怀表的依旧让他的舅舅伤死了。赶紧结束，炸点你应该就是了。
就死锤机械师完事。这都撞得到，怀表机器。那黑妹挂了，也转吧。这黑妹说不定他还能揍个三层猴，跳个地脚。
这中指连跪了，结实。搞啥？刚才看没人，现在小木屋又有人了。这先知躲死角了吗？糟了糟了，真是，熄火从来不迟到。这条是够狠啊，这边电机全都给搞完了。最后一台修完了，幽冥鸦黑莓鸠。
跑了，估计是先知，这不像机械，机械应该是不知道我的位置的。 哎呀！ 还剩个大房电机，这怎么打呀？没了呀！
搬前锋修的是真的快，你不搬那这前锋那个跟搅屎棍一样。眼的效果消失了，要么就是被拆了。哎呦，我没带那个，狩猎本能没带。真实，前锋和佣兵全在大房，然后先知在人皇，厉害啊！因为我不敢丢物，
今天你必迟到，你不迟到我不挂。焦子玉，我也要挂你。不救了，爱救不救，不救我双挂。社员都过来了。哎呀，编导师了。幽冥之玉交了，前锋我好过来救，要么幽冥二救。幽冥二救。这还能打到磁铁的、啊、大部分人没治愈。这弦子怎么又跑这来了？
几乎是全没护臂，我全没治愈了，平了。这什么情况？等一刀吗？等一刀捞一手吗？ 他有怀表，他还没交。哎，不是你干嘛呀？能拼那局？<笑>